其實王靖雯咧係我拍所有嘅女演員入邊之中咧係最特別嘅一個，因為佢係唔用力嘅，佢做戲佢唔需要用力，佢好有天賦，我覺得佢係你叫佢做乜嘢，佢係有辦法令到呢個角色咧成為佢自己嘅一部分，佢係好冇嘢咁就做咗，但係你睇嘅時候咧，你係會覺得係要佢做先得。我而家出去食宵夜，你想食啲乜嘢啊？喂，唔好食咁多啦，我啲厨师炒得唔新鲜噶。咁你仲食？啊！快啲打个针头，我唔食。古灵精怪。哇！揸住好多把刀，因為佢做得好好，但係佢好有方法。但係當佢同王靖雯喺埋一齊嘅時候咧，就派不上用場，係冇用嘅，因為佢會發覺就話嗰個係無跡可尋嘅。咁佢開始完全放棄咗佢啲刀仔，佢話好啦，咁我就睇你點做啦。我覺得喺《重慶森林》之後嘅梁朝偉做戲係同之前係完全唔同。咖啡啊！唔該。點解粒白色魚浮喺個面度嘅？咩白色魚丸啊？減肥糖嚟啫啩？減肥糖？你唔中意啊？我換個杯。我唔緊要。失戀嘅人多數夜晚瞓唔著。其实瞓唔着，唔使一定要饮斋啤嘅。人哋话失恋会夜晚瞓唔着，但我瞓得好好。我开始怀疑自己系咪中意嗰个人。买杯斋啤啊！好啊，啊同我加两粒减肥糖。减肥糖？啲咖啡唔新鲜啊！咩啊？唔新鲜啊！饮第二样嘢啊！饮咩啊？奶茶，奶茶新鲜好多。呢杯咖啡佢足足饮咗成个钟头。之后他就没再来过，通讯一直摆在那里。头头我以为他是不是忘记了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根本不想知封信讲什么。物归原主。哇，我几怕整不见了他。该。在這個戲裡面，所有的背景，所有的 location， 每一個場景，其實它就是主角。其實如果這個街角是一個人的話，它其實好像一個目擊者一樣，是看到了所有。所以呢，其實在這個故事裡面，它們的交叉就是同一個地方但不同的人。
老细有支大啤啊！好啊，等等啊！